也是啊。这玉米认为，田里的玉米成熟了，拔几个回家烤玉米。先把玉米切短了，稍微切短就可以了。再把它放到高压锅里面，加水。上气压10分钟，再来准备点调料，一勺烧烤料，一勺孜然粉，一勺白芝麻，淋上一点热油，再来一小勺鸡粉，一勺蚝油，把它搅拌一下，盐可以不用下，这样已经很香了，因为玉米是清甜的。胖不胖啊？饿了。把它夹出来，那个皮给拔掉，拿个刷子来把酱料刷上去。嗯，均匀的抹上酱料就可以了，来用锡纸把它包起来。包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烤箱预热5分钟，上下广200度，把玉米放进去，小心不要被烫到。烤15分钟，这玉米比较嫩。时间到，玉米烤好了，来把它拿出来。来喽，哇，胖了，香喷喷的烤玉米，又甜又胖，哇，搞胖了，这样，胖胖胖。我在这烤了，想吃烧烤不用去外面买，自己在家就能烤，一模一样。